将真理正法传遍整个虚空，将从极光的国度降临在人间，就如同行驶在天上一样，并转换自身的神经、血液、细胞、染色体、DNA、RNA、基因、原子、原子核、质子、电子、中子、微中子、微子、量子、光子、超光子，乃至于星星之光等所有结构，转换成无量光、无量寿，感恩再感恩，无限的感恩。弟子是众愿是念，愿本身随故在所不惜，法身遍满虚空，承担于一切，只愿成就大众阿弥陀佛。我们为此修行最大的所有突破点都是在一念，所有的行脚环岛台湾比丘尼僧团，尤其透过佛的教导，在人间，在每个当下守护着念头。我们这份心念学习佛陀的本怀，透过无问自说说了阿弥陀经，我们一起了解到所有的经历论界定会都完全在宇宙浩瀚的粒子之中，更是在人心中了。过去我们无法理知，在色界天，在无色界天，尤其是在我们的异界天里面，这十八界里面，让我们在这十八天这三界里面，让我们受尽六道的轮回。我们同声开口，为此皈依起诵：皈佛、皈法、皈僧、皈佛两足尊、皈法离欲尊、皈僧众中尊、皈佛离开地狱道、皈法离开恶鬼道、皈僧离开畜生旁生道、皈佛净、皈法净、皈僧净、皈佛、皈法、皈僧、皈佛两足尊、皈法离欲尊、皈僧众中尊、皈佛离开地狱道、皈法离开恶鬼道、皈僧离开畜生旁生道、皈佛净、皈法净、皈僧净、皈佛、皈法、皈僧、皈佛两足尊、皈法离欲尊、皈僧众中尊、皈佛离开地狱道、皈法离开恶鬼道、皈僧离开畜生旁生道、皈佛净、皈法净、皈僧净、一切归白净。不可思议的大能量，突破无始劫来旷劫难逢，我们同声开口，放光转换大能量气送：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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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陀佛。如此的圆满本地风光，无量光无量寿，阿弥陀佛。